乡最近的所有亲好朋友早安快乐，这段时间是我们慈天必生公园所提供的节目。线上的朋友大家早安，今天呢有说每张师姐应该今天不来做现场，今天做现场的是现场节目啦。咱若是要打电话要开讲破刀的5966449，这支电话拢总会当甲利用，然后若需要服务卖客气哦。来先听一地，这地吼真久无播啊吼，但是就是足闹热。咱讲今日要来去嘉义呀盛虹，那咱这地盛虹这地吼吹无，无咱今日咱嘛来嘉义妈祖，也是很热闹啦吼。也是算特殊的日子啦吼，所以咱有时阵咱的同道好朋友，人讲时间是咱家己切的吼，啊有时间就加减啊帮参与啦吼，今日毛真济道亲等来参与，咱迎盛虹啦吼，真的非常感恩啊，透早就出门啊吼，伫这呢再次的感恩咱的师兄师姐对咱这部支持甲爱护。较早咱我听一个老大人咧讲啊，讲吼啊，人讲挖起只嘛，看下一个死皇帝啊吼。为什么讲挖起只，看下一个死皇帝啊？皇帝佫较，人讲主政权佫较大啦吼。啊，后宫粉丽三千呐，啊，你性命也无长嘛，是无效。古早的皇帝有足侪人吼，拢寿元拢短短啊尔吼。所以人讲吼啊，挖起只嘛，看下一个死皇帝咧吼。皇帝搁较好，那伊啊寿元无长嘛是无效，就是安尼啦吼。啊，咱即马有诶吼，你讲着讲啊，家庭有一个伴，有人讲话，上无啦，真讲逐工会搭喙鼓啦吼。啊，总是呢，比你家己咧讲，无人伫家咧应，也搁较好嘛吼。啊，就是咧，干那就是每张即马咧比咧讲个讲，我去食看下一个西皇帝同款。那厝内底一个，你感觉讲会甲你安怎？
会甲你安尼，不管是定安尼搭嘴角，敢若无啥会下吼、哦。但是呢，罔搭罔过日，罔搭罔过日，嗯，嘛是袂歹啦吼、哦。啊，人呐，如果讲吼、哦，真正来到这个世间，要找一个真正伴，到头到尾袂冤家真少。人讲嘴甲嘴之上好，迄个无可能嘛，有时啊一半摆会夹着啦吼、哦。孤单，咱定安尼讲，孤单单啊，真凄凉。吼、哦，如果吼、哦，我回头想，一个人，如果若是讲吼，无一个老伴，吼、哦，啊是囡仔拢无咱身躯边的时阵，和你讲吼，安尼食好好啦吼，阿爸有当享受来远远看风景，暗时啊回来迄个，甲咱家己一个人安尼吼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也会很孤单啦吼，嘛是一个真孤单。所以吼、哦，人呢，眼光爱看较远的吼。现在讲眼光爱看较远的，有的人是翁仔某冤家，啊一个吼、哦，一个破油，一个点火，啊两个吼、哦，甲切切的，啊即嘛食老啊，老的嘛孤单。吼、哦，啊囡仔嘛唔知影要去找，要安怎去找，才有法度家庭圆满。所以咱即嘛离婚为什么会那么多？都是因为脾气的关系，各一样的是态度的关系，然后有的人讲话态度让人家很不能够认同跟忍受。但是你若即关唔敢忍过就对了吼，有可能哦，下一届，暗时啊，你困未起上下啊，个时阵，你就感觉讲啊，懵达懵达嘛，懵过日，吼、哦、有总是比无较好，无嘛啊，叫加一个伴。无嘛，还阁讲吼，咱个囝出门啦，讲阮老爸、阮老母，嘛也无可能讲去讲着讲，啊，着阮有老爸，啊，着无老母，为啥无老母？阮老母着出去啊，啊是讲啊，阮老爸着出去啊，为啥物？两个都无好，啊，着离婚啊，拆股啊。哎、欸，你想，敢有较公平？嘛无较公平啊吼。所以也是靠劝咱个道亲啦。你最近定定去办着迄个讲吼，你大声，我唔惊，无要好胆来找，唔通啦吼。还是不要啦吼，因为吼，人讲忍会着过，忍会着过，忍会过你个啦。啊，这世人，咱啊过也无圆满的人，吼、哦。啊，你讲来生要怎么办？来生还是会来受催的吼。上惊少欠债欠家吼，这世人哦，要无解决，来生过来的吼、哦。咱较早没先捌讲过一个故事啦吼、哦，啊，迄、那个故事呢，你讲起来讲很有情，人讲足有青涩意义啦。也许较早你有听过，也许咱即卖新听又恁捌听过啦吼、哦。来讲到一个，人讲翁婿真有神经啦吼、哦，啊，就安尼定定咧甲因家后讲啦。啊，讲吼，啊，我足想讲吼，啊，都若有机会吼，啊，互我来安尼食一粒斋咧吼，啊，念一粒，念一粒吼，吼、哦、佛咧，啊，是讲来去山顶吼，来去修炼吼，唔知要外好咧。自细汉，他就很向往修行的，一种迄种生活，啊，就是有神经唔才会安尼，对无？啊，即嘛，伊若讲着讲啊，来出家食菜，因某就骂，因某就动。也讲吼，啊！你阵啊某娶落啊吼，啊！你即马囝要等大汉，啊！囝大汉了，就爱阁等吼，孙又大汉，你则算有放落你的责任，啊！你即马敢放你去修行，吼、哦，安、啊、就表示你啥无尽查甫人的责任。啊！即马某安尼讲，安尼动，啊！一届动，两届动，三届动，动到尾安怎？动到尾啊！因某五十外，迄个时阵啊，开始破病吼。哦即马要讲的这吼、個，咱的朋友详细听，你讲足简单的一个因果问题，我都看到第二世哦。为什么？因为因翁定定要倒厝的，啊，佮讲着讲哦，无咱要来食一下较清的，吼、哦，啊，食菜，因某嘛咩？啊，人若好心就好，在食甚物菜？哦，啊，即马无可能如伊的愿呐吼。安尼较早的人，唔是像即卖人讲，无咱家己来煮。啊，所以讲吼，啊，就无多如意的缘，啊，就是自忘过。过到因某破病的时阵吼，下步啊，
意思讲某达成安死啦。好、哦，啊，即嘛即个讲要出家，还是讲要去来山顶修行的，即、這个南将的吼，总有机会的啦。为啥无机会？因为无人甲打动啊，伊就家己包房款款的，吼、哦，六七十岁啊，啊，就离开故乡啦。啊，囡仔就甲交代代咧，啊，就开始来山顶找啊，找，都要去找到一个出家吼。在半山腰的这个佛寺啊，吼，那么就入去啊。入去的住持吼，还个少年呢，吼，还个无讲介济岁，一个住持，伊就甲问讲啊，老大人，啊，你来山顶是要来拜佛祖啊，是要创啥？伊讲我想要来学道，啊，我嘛想要来出家啦，吼，啊嘛想要来修行就对啦。啊，即马这个住持安尼甲看看，啊，六七十岁啊，吼。伊讲啊，你即马算讲肉食袂赢，啊食豆腐啊，才要来就对啦吼。哎、哦，就意思了，甲讲年岁有较济啦，吼、哦、要修行爱量杂爱趁杂，所以就甲伊讲啊，伊就甲伊讲吼，如果啦修行，你若趁杂来，我就甲伊修啦吼、哦。啊，你即马才济岁啊来，都已经肉体都老啊，啊脑嘛已经要记经文嘛记袂掉啊啦吼、哦。如果你若真正才更新就对啦。好、哦，啊，你都真正才有神经就对了，那么你就早起早回啦，早起早回，听有意思啦。叫我讲早起早回，伊嘛无甲讲啊，足歹听来，就甲讲吼，啊，你肉食袂赢，即马食豆腐，即要来修行，年岁有较济啦，失去了真济神经机会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我是希望你安尼早起早回啦，若要修行啦，你这条经济啦有够顶，是金刚经济，真正你有迄个修行的根基啦。那么你就早起早回安尼，啊，就我来做入去安尼。老大人都三大雄宝殿吼拜拜的了后，心肝底想呢，这个老和尚叫我早起早回，实在讲的伊嘛饿无啦，饿到一来到溪仔边的时阵哦，拄啊一条江呢，想想咧，都要来修行，人个唔修咧吼。啊，即马阁转去，都甲咱囝交代好啊，讲咱到底要来山顶修行，安尼嘛真无面子。啊，既然要修行啊，咱嘛是要有决心就对。哎，就开始坐到石头边啊遐想，为什么迄个老和尚叫我吼、哦、早起早回啦？早起早回，哎、啊，意思无早死早超生，啊，若要修行再过来的意思啦吼。哎、哦，向阳叫我悟到啊，你知无？哎，他毫不犹豫哦。毫不犹豫，他既然要早去早回，那么我就不要在这边片刻存留。一准讲要早去早回，我哪都得我加留一天减一天嘛，啊加留一天，我都要搁拖一天，啊不如啦，好真正早去早回，迄、那个决心一个生出来，你啊砰一个为工地就甲跳落呀，跳落了后当然是死呀吼，啊这么死吼，啊伊就这股气呢吼。就走来吼，伫一张吼，这个树啊，啊这张树啊吼，就是会在食迄种，那像梅啊，啊真大粒啊，那像梨啊，哎呢，啊就结，伊就结一粒伫遐。有一天啊吼，拄着一个查某囡仔，迄个查某囡仔呢吼，啊就摕衫裤来伫要来狗仔边伫要洗衫，洗好啊，吼、哦，哎、欸、那感觉安怎？感觉讲，嗯，真脆大呢吼。我倒转来，嗯，啊，遮哪有一张树啊？佮敢那梅啊，唔是；敢那桃啊，也唔是；敢那李啊，也唔是咯，唔是，啊，就一粒真大坑地啊，伊就佮搬来食。搬来食了后呢吼，转去呢吼，煞无带无钱呢吼，一个早孕也无嫁翁呢，吼，啊，煞会大腹肚呢。啊，你若讲每张讲这敢袂伤寒？啊，这故事也毋是我编的啦吼。这是伫个吼，咱这个咱讲故事中来，这里讲的这个因果故事啊，哈，因果故事，这个因果是牵为遮来。原来这个查某囡啊，都是伊当卖去修行的，因某破病死，搁再来出世的，嘛是前世就是因某就对啦。啊，这么算对个朋友。喂。喂、欸，你想说谁？嗯。保证的迄是要做迄个啊，乌龟的是无？无啦，
伊个就是讲吼，囡仔较爱耍，爱耍较唔听话，对不？啊，就是要互伊文昌定位啊，你着衫裤摕来，我着了解处理啦。哦，我早一事要做啦吼。嗯，啊，甲一领顶冠衫都好。对。啊，一冠啊，蓬蓬嘛是早一事，搁一领呢。嘿，对，因为吼，伊算囡仔即马人开始咧看哦，较会去外口玩啦。啊，伊个文昌都无定价，啊，都无定位，所以读册有哪袂哪读哪退步啦。好，啊来处理你个就是，迄安怎处理我都，你都物件炸过来，人顶管都会晓，人性命都会晓，派人都会晓处理啊啦。啊，一款我几点爱去？你因为爱过。哎，保持两点吗？哦，两点过，嘿。两点过，我是讲今日困中昼啦，啊，小早起甲你麻烦着。没啦，没啦，你两点以后啦，嘿。好好。好，拜拜，好，好好好。讲做阿嬷吼，较早的人讲，做弟爱食喷啊，做阿嬷爱顾孙，孙啊那咧唔读册吼，人啊考试啊都惊吼，即头壳。就讲较早读册真好读，啊读到尾啊哪读哪流尾啊吼，啊即有时啊囡仔有时啊一半摆文昌较无定格，啊囡仔较爱耍。吼、哦，啊那如果讲有一挂这，有一挂吼、哦，咱讲歹朋友来招咧招咧，咱是惊讲吼，家己个即个所谓吼，小儿观察，那内底那是有对了，拄着一挂问题，甲处理你个嘛是对囡仔有帮助啦吼、哦。来，啊恁即马故事讲较对哈。哦，讲到迄、那个，即马来甲食迄粒伊个灵去附在伫个遐。啊，因家后较早比较早死嘛吼，其实已经四十多年啊，啊，所以讲伊跳落工地的时阵，来起来挖地下的时阵，伊的家后再出事啊，已经嘛十五六岁查某囡仔，那么去食着啥？去食着这粒物件，回去有囡仔，有囡仔的时阵吼，啊，即嘛着规整个头甲笑啊，啊，因老爸老母算讲，虽然唔是足好个，啊，不过呢，上无嘛有头面。人讲啊，一个查某囡仔无嫁样，啊，我一个巴肚大开开安尼吼，到尾啊，因老爸老母就啊，甲带咧，甲带一堆，甲带喺山顶一个洞啦吼，一个洞，啊，就安尼甲创安那房间安尼吼，啊，算讲可以有他有他夹，有他夹风夹雨，吼，啊，就甲平一下，伊讲吼，生死家己自然啦，哦，反正吼，这是你家己做唔对啦吼，啊，这唔是我，唔是讲做老爸老母无情啦，啊，就安尼甲平喺山顶。啊，平在山顶吼，啊无偌久，啊囡仔就出事啊呢！啊囡仔出事哦，竟然是查甫囡仔，真聪明啊呢！啊，这个囡仔吼，爱伫因老母的这个卡只片，因老母算啊无法多去做工课啊，带一个囡仔，只有是用分呢，就敢那讲，啊，如囡仔爱咧吼，啊，若有好心的人分伊食啥，有啥物好伊食，伊就食。啊，囡仔就哪个吃哪个吃。时间两岁，我要两三岁的时阵啦吼，有一天呢，那会看到足济人个啦吼，啊咧矮矮顶顶吼，啊担足济物件，哦，当时啊就是佛诞啦吼，佛祖咧过圣诞就对啦，拄啊好佛诞，足济人拢要去山顶拜拜，啊即嘛吼，这个囡仔就甲老母讲啦，会晓讲话啊，甲讲咱对人行，咱对人行，啊迄、那个囡仔吼，只有福报。即嘛啦，咧巴肚枵吼，伊也甲讲，你位对一边去分就分有，甲见老母啊，讲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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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啦，自然就有好心的人吼，吼摕衫裤给因啦，啊啦无就摕物件给伊食呢。两三岁囡仔真聪明，迄天咧看到人矮矮顶顶哦，得要去山顶拜拜吼，伊就甲因老母讲，讲对啊，拢免去哦，恁对行就好，对行就好。结果对行，就行了个，哎。哦，啊，是的，那这老热，原来就是佛诞呐吼，佛诞就咱讲释迦牟尼佛圣诞呐吼。啊，伊吼，我那个人入来吼，人在拜拜，啊，因老母啦，那无啥物好通拜啦吼，啊，就想讲来啊，啊，无来大雄宝殿来磕三个头啦吼，啊，咱这就是业障重啊，唔只系讲今日佮无带无钱吼，那安尼无翁会生计安尼吼，所以就去甲佛祖求忏悔就对啦吼，去甲佛祖求忏悔，啊，迄、那个囡仔吼，入去甲大雄宝殿吼，甲人无同款啊，哎，较早的囡仔都无像教主啊，通我包穿咧开卡裤啊，
吼、哦。啊，爱的师傅啊，出来的时阵，那师傅看有啊，伊知影啊，伊知影这个囡仔是不凡的，不凡的孩子，而且呢是有因缘来的，然后在大雄宝殿呢，吼、哦，妖精了都佛祖面头前，甲放一部妖足大部的就对啦。啊，即嘛吼，啊，这个出家师傅呢，都来甲伊讲啊。伊讲吼，啊你才无礼貌，吼、哦，啊神啊哪会到佛祖面头前，哦放尿啦吼，伊、哦、讲你现在到佛祖面头前放尿啦，啊囡仔人吼、哦，你是来要创啥呢？伊讲吼，我今仔日来吼、哦，要来学佛做祖安尼啦吼，啊因为伊较早跑到水底死的啊，伊讲伊要学佛做祖了就该。硬讲伊要来学佛做祖，我嘛要来学佛做祖啊！我嘛要来拜佛祖啊！呢啦吼，啊即嘛吼，这个师傅啊，都要甲试看，这个是真的啊假的对啦？伊讲啊，你囡仔人你是捌做啥？你要来学佛做祖，爱想早想早，紧等紧等，莫在这乱啊！呢啦吼，你敢知伊个印安怎？伊讲七十修行你嫌慢啦，三岁修行你嫌早，你岂有处理啊？呢啦吼。该硬讲你岂有处理啊？安尼就印证着啊嘛吼，印证着三年前啊，吼伊个讲你早起早回。既然你若有修行的精进，你对于修行有真正的这个吼决心，你就早起早回。啊，真正老的斗工了后，三年后嘞吼，啊，这个囡仔就来个复习啊。伊个讲吼，啊，七十修行嫌伤慢啊。三岁修行，你嫌伤早啊！你这个老和尚，你岂有处理啊？你就甲骂就对了。换印迄个老和尚，啊，迄、那个老和尚就知影讲，迄职业经济倒来啊，真正是早去早回啊！吼、哦，啊，伊就甲老母讲啊，伊讲吼，你这个囡仔，卖阁甲出来流浪啊啦吼。因、哦、为你看是要阁下山，吼、哦，我提一寡所费予你啦吼、哦。你要修行啊好，还是讲吼、哦，你要去做生意啊好？吼、哦，啊，就讲你若找到有缘的人，要来嫁，吼、哦，后壁有一个归宿也好啦，吼、哦。你这个囡仔就甲献了佛祖，安尼你想安怎？啊，即嘛吼，这个、老母呢，吼、哦，想讲啊，这个囡仔吼，对我哪里做乞食嘞？吼、哦，哪乞食薄嘞？这将来吼，嘛无啥物出脱啦。啊，既然师父啊，你都要甲收留啊，安尼好啦。安尼我就吼，囡仔团留到佛寺啦，吼、哦。啊、我下山去安尼，爱就摕一寡所谓予伊，因老母就下山去啊。那么这个囡啊，伊就留伫这个佛寺啊吼。这个故事讲到这，你就知影讲，咱人有因果无？有啊。所以咱今嘛，如果讲吼，然后翁要修行，千万你莫甲打动啊，吼。啊是讲某就讲啊，都甲母娘啊有缘啦、啊，甲菩萨有缘啦、啊，吼啊都伊这灵都开始咧现啦、啊、吼，啊定定咧灵光病者，这食药啊无效啊，咱做翁的暗忙伤铁气啦吼，吼啊有个人嘛唔是讲吼，咱的铁气是伊唔捌啦吼，啊有个人是吼，伊真正都带这個天命之术的，啊咱生前爱甲护刀的，你嘛爱甲护刀，安尼后边才袂有后遗症啦吼。这个故事最主要是要让咱知影讲，今世你拄到什么问题，这世结果就走出来啊。吼、哦，啊，咱若如果讲有个人是吼、哦，咱家己的这个祖先本身都咧开疆有做基，吼、哦，啊，咱今日起来做伊的孙啊，做伊的囝，爱过去爱过去承袭着伊的这个姻缘，凡世，哦，咱嘛是爱来做这个工课啦吼。哦啊，这就叫做，人有人讲，啊，人讲西贡有组团，道士嘛有组团呢，当机嘛有组团呢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就讲，你讲修经啦，吼、哦，啊是讲你讲念美卦，哎，这嘛有组团的呢，啊，所以讲有时阵吼，咱呐如果讲真正有这种因缘呐，每双也是希望讲，翁陪伴某修，某陪伴翁来修，会当两方同伴来成就，因为这嘛是三机莫见年啦吼，达到人缘精致，拢希望要呐。要归元归故，达条都无希望讲来这世间生老病死苦，安尼咧受折磨啦，你讲是毋是呢？
来，咱即马出收听一块药明归盘。来，咱进广告。虽然毕生讲咱的灵草香都结缘啦吼，啊，咱有笑三笑六，咱也是讲有用到香，用了袂歹。啊，人讲香，甲咱平常时也食饭，咱食三顿香点点早暗呢吼。啊，所以讲人呢，早时啊爬起来，无想要点火，有人烧惯事的人，你无想要点火，就讲你今日工课无做。啊，咱饭食三顿，吼，啊烧香烧早暗呢，啊，所以我讲香。对咱的时代来讲，来香是算是一个吼、哦，咱讲日常生活真重要的物件。但是做香嘛是一种良心的工作。你做的香，就是爱人点有质量，过来就是无污染。因呢，所以慈莲必胜工作干这香，咪是九天无流所讲是配香，你才安心啊点。无论是二十四点钟的香款，手工的吼、哦，咱细细条啊，吼、哦、用手工来做的香款，吼、哦、啊是讲用咱的四点钟的小盘香。哦，啊，咱要用贡木，哦，贡木呢，咱老较普通的，一般来点的，一斤150块，啊，咱若要甲用上板层，一斤1000块，啊，你讲啊，价格那差哈济，因为上板层加咱一般的这个贡木，吼、哦，伊当然啦有也有分较幼的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就料，哦，有较高贵的。啊、所以吼、哦，咱也是如果一般，咱都咧点点较大量啊，像姜池啦吼，咱咧用啊一斤150块就足好用的啦吼。香阁袂搭偏，啊嘛袂好你讲熏咧，家己目油水水叮啦吼，唔是感动咧哭呢，是熏了去让目睭熏了冻袂掉安尼啦吼。所以咱啊，如果讲老师要香品呢，吼、哦，此人必生讲为人所感济，笑三笑六个香，二十四点钟的香款，还、啊、是小盘香。好好拜拜，你用过就知啦吼。所以没想甲咱介绍，最主要是实用的物件。咱若要结缘，直接打电话5916045，我关切都凊彩给05感恩。来，啊，咱那如果讲有需要，净钙氯蜂胶牙膏来过咱的牙齿啦吼。因为牙齿若会薄，你食啥物拢会香；牙齿若袂薄，哦，爱食物件了就无方便的。然后，净钙氯蜂胶牙膏真的很好用，你可以用看看。然后，我你没想，你甲恁讲就是讲，我有咧用，啊，我感觉真正袂歹，吼、哦，啊，你就甲用看卖，吼、哦。啊，那如果讲要结缘，咱若得叫香，咱就迅速甲弄两条啊落，互咱的囡仔保护牙齿，老大人加减保护，吼、哦。看免讲阿伯就去植牙啦，所以去喙齿害了了啦吼，要补阁未补嘛真艰苦啦吼。所以咱用好的物件，啊，直接甲恁介绍净钙氯蜂胶牙膏真的不错。来，这是联合广告哦，以上是广告。来，啊，咱一、那个咱何丽梅吼，啊，甲咱赞助的这个化妆品来对面都好。诶，讲洗面的吼，就是咱讲氨基酸，吼、哦，这个氨基酸，吼、哦，这个洁颜霜，都有人咧问我讲，迄内底有几毛啦吼，伊个内底有100毛，就他用的，100毛通用足久的吼，通用足久啊，吼、哦，伊个是吼、哦，这个高浓度温和的氨基酸，伊吼、哦、非常的温和，未伤皮肤，所以咱讲不管是油性的、打性的、混合性的，几乎都很适合啦吼。哦细小迄个泡沫，吼、哦，伊会清洁到咱的毛细孔，啊，所以咱也是讲，啊，咧洗的时阵吼，啊，甲洗洗，啊，甲泡泡较功夫咧，又吼、哦、添加了这个，人讲海藻糖以维他命 B 万，B， 吼、哦，人讲 B 块啦吼，这内底吼，一旦和咱吼来讲滋润啦吼，啊，所以伊这吼、哦、深层起净，吼、哦，人讲一旦洗净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内底甲这个毛根腔垃圾。你毛根干嘛垃圾洗有清气，咱的面都袂暗沉啦，内底底都袂藏污纳垢啦吼。啊，好冲个好清好洗，啊，伊这一罐内底有100毛，100毛算讲哦，诶，啊，听我洗真久啊啦吼。啊，你若讲伊，咱伊送的吼，咱的何丽梅啊，咱的化妆品送的，好咱是4罐，伊是锁水护肤露吼，啊加咱的这个吼。和咱平常时在做保养的吼，咱讲精华液啦吼，几乎
吼，内底面咱有看到的吼，这些物件拢真正是足好的，包括着咱防晒的这个 BB 霜，但是伊就是无甲咱送咱的这个吼，啊，咱讲氨基酸的洗颜霜啦，伊无用无送这罐氨基酸的洗脸，但是伊有哈。有话，咱一罐洗洗罐了，咱试洗看卖啦吼。啊，即马都苏姐咧问啊吼，美尚苏姐啊，迄一罐才偌大罐，100毫升咯，算足有价的啦吼，足有价安尼吼。啊，咱若是要结缘，啊，咱姜伊，我有甲讲吼，啊，你摕来姜伊，啊，若要结缘，咱就是五折腰带啦吼，五折腰带吼。啊，咱若是有需要买吼结缘的，咱直接。吼、哦，卡电话啦吼、哦，没有关系啦吼，啊、哦、是讲咱有来姜啊，啊你要甲摕一罐回去洗看卖吼、哦，啊咱啊红道印证会一上咱这最基本的保养品拢有啦吼、哦，包括 BB 霜，吼、哦、啊咱都有结缘2000赞助咱的这个红道印证会，咱都上一组啦吼、哦，但是吼、哦、这个洗面的这咱爱家己买啦吼、哦，所以直接甲恁报告，来以上是广告。来，咱讲脱离工白啊，吼，解灵感嘛，咱来听一段《福德精神老土地》。生意来敬土地，心肝善良，福德欢喜，安分守己，福德庇佑你，脚踏实地保恁大赚钱。钱赚袂离，二月初二是福德生，诚心诚意来敬土地，心肝善良，福德欢喜，安分守己，福德庇佑你，脚踏实地保恁大赚钱。获得精神老土地，咱八月七八天吼，喜泽善缘内底有播一首歌，讲一枝草一点露，迄、那个歌名吼，迄、那个歌名就叫做《人生万里路》，然后《人生万里路》。啊，这是谁唱的？我也不知道了吼。好啊，听了袂歹，会使阁听无要紧，但是。上唱我唔知啦吼，人生万里路啦哈。阿爸讲的，人生万里路，安怎甲行？不管是困难，或者是痛苦啦吼，一定拢爱甲跨过去啦吼。一枝草。
点一点嘛会变成乌，一世人万里路，一步一步唔通来耽误。无论是啥物头路，难免会遇到艰苦。若是肯打拼，打拼，若是肯打拼，打拼，一定有前途。朋友啊，朋友啊，这句话要记清楚。一枝草，一枝草，一点露，一点露，一枝草，啊，一点露。来，讲这条杨宗宪吼，杨宗宪唱的吼，好，咱就甲听一段就好啊吼，一枝草，一点露吼。啊，咱共修的今天礼拜六晚上就暂停一次啊吼，因为明仔载是发愿堂特别启用啊，所以。下晡呢吼，啊，佫有足济工课要做，然后你安坐，你安坐咱的圣皇爷，啊了后呢，要佫雕影，吼雕影，啊，佫有工课爱做，啊，所以明天呢就起堂，吼课堂嘛吼，安坐课堂，啊，所以阴暗的共修，然后就暂停一次，然后，但是咱呢，虽然这里有员工，啊，阮共修，啊，就随，啊，阮家己要随缘来坐，敢会使？会啊，那袂。你若要家己随缘来静坐拢会使，都是每双敢那较无用好伫遐啊，所以讲哦，那就大家自理啦吼。啊，过来就是讲啊，你若讲翻等客用啊，恁要在时啊要来吼、哦、安坐，恁要来大家要来看要来观礼都可以啦，欢迎啦。哦，尤其是咱较早慈天毕生讲，咱三年做传道一届，传道的定义啥？传道的定义咱是道教道嘛。都教导有一个真好的灵修点吼，然后呢，以后也阁有一个诸天圣法坛，互咱来当安宁自在啦吼，修行啊，这是上界好的所在，这嘛是咱的灵山宝地呢，是一个足难能可贵的好地方啦吼。人肉体总是呢来这世间渐渐浮游啦，意思就讲来到世间就安尼吼，咱换来就过啊。好，按有一个灵山宝地好通啊修，和咱的从道完美吼，人讲做一个道教的完人，啊做无娘的灵啊囝，啊总是有一个好的所在通修行，迄是值得咱赞叹的好所在啦吼。啊，所以讲吼，这以后呢会去利益着吼，咱有时啊，咱定讲人有的人讲啊，都无法度咧，倒房的啊，都无人要拜啊咧，吼，或者是讲低收入户啦吼。低收入户就是讲，啊，到咱兜到完啊，拄到完啊，吼，环境也无偌好，啊，要去行，贵松松啦吼。那么咱母娘嘛，希望讲安怎？人讲有钱的人出钱，啊，无钱的人就是安那，无钱的人互人自卑，互人照顾嘛吼。啊，所以讲咱啊，如果讲有拄到吼，啊，到欢腾，欢腾就是讲，
寄灵，寄初灵一年的，还是寄三年的？有的人说，都没人拜，没人拜没多，这个公妈要把他放在海底，不然要把他放掉，我们不是啦，我们是说有因缘机会，你如果说要来寄慈天毕生宫，我们的信发单，发言单，只要低收入户，我们就不收费的啦，多收入好，我们就没收费，有钱的人出钱嘛，如果我们说爱护母牛听笑，咱就互众生大家吼来支持嘛吼。啊，所以讲只要是低收入户，我们就没有收费了吼。所以直接给咱报告了吼。那明天就是咱的这个慈天毕生宫信发单，诶，这个怀恩堂呢吼，怀恩堂吼，喜堂了吼。啊，咱既然咱是一个道教徒，咱有经过道祖鉴证三宝皈依的啦吼。这道教徒应该要高兴的事啊。咱讲吼，较袂在生拜王爷，死了要共赖佛祖啦吼。咱要做一个真真正正有修学，一个修士，做一个完美的出。咱讲吼，修道人啊，爱有一个真好的所在，互咱归元，嘛当一个真好的所在，互咱修行啦吼。这是咱要设这个华恩堂，是咱母娘道祖赐予咱的这个即摆这个工课啦吼。啊，咱既然甲接受来做啊，那么咱就希望安怎？甲做诶圆满，啊，逐礼拜拢咧上经啊。平常时啊，咱都咧讲道吼，啊，都有一寡请一寡吼，咱老师咧吼来遮讲课。平常时啊，咱讲名扬两利嘛，老师来讲咱有肉体诶啦嘛来修啊，无肉体嘛同款会使听吼，会当安怎？会当互咱诶灵格提升啦吼。人讲即世人毋免讲吼，安尼无人要承认，阿拜食老吼。啊，阁无人要甲咱承认，安尼就足可怜的吼。啊，所以希望讲华严堂的启用啊，会当利益到名扬两利的众生啦吼。所以伫遮呢嘛足感恩的啦吼，感恩咱一挂师兄师姐对咱节目支持，吼、咱有这个经费加减啊来做一挂有形无形的功德法事，和大家当万万自在啦吼。那慈天毕生宫的七月份的秋季法会。哦，咱要登记的，咱拢了了熟熟的让登记啦吼。要占卜的也好，要创啥拢好，都可以啦。反正是做好事，大家一起做啦吼。来，咱只要一对人在做，天在看。啊，咱卖讲人在做，咱家己的良心嘛是知影啦，对的就对，唔对的就唔对啦吼。啊，咱只嘛讲，咱在做，咱的阿母，咱的妈祖婆，咱的菩萨，咱的心情拢在看吼。做好事当然就有好的这个报数。啊，若做歹的代志，当然都是歹报应嘛，一定的吼，这是公平的啦吼。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因果报应是好比差。斤斤计较无卡错，唔通辜负上天赐咱的性命，安分守己，歹路唔通行，唔通临时才来托付卡，人伫咧做。天在看，心肝善良，实在较有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因果报应。
是好味差，斤斤计较无卡纸，唔通辜负上天赐咱的生命，安分守己，歹路唔通行，唔通临时才要抱佛卡。人伫咧做，天伫咧看，心肝善良，实在较有影。这地听了有道理哦，人咧做，天咧看吼，人爱善良较有影吼，咱就听一段啦吼。下晡时，咱讲今日是拜六，下晡时同款呢，咱若讲有时间啊，这些时间那么是同款照办啦吼，圣事袂再耽误啦吼，啊，所以咱同款呢，下当呢，吼来报名，有啥物问题要办要办理，拢会使办啦吼。讲做人是要做予咱啥？要做予咱家己呢吼？会当去觉醒一项呢吼？讲来世间渐大吼啊，八十岁也好啦，九十岁也好，一百岁也好，总是有一个限数啦吼。啊，你也无多食配天地啊，啊无食配天地，啊咱惊是惊啥？人讲啊，人哦，做人来要予人清算因果的啦。啊，这因果呢是要吼、哦，是要爱用啥物款的角度去甲看？哦，差什么才叫做去用报应掉？啊，所以咱有时啊，咱定咧讲吼，人来到这个逆代啊，咱讲逆境败情啊，再去看会到讲，嗯啊，较早咱做过到底是对还是唔对？好、哦，其实唔免啦，咱即卖人解巧，咱家己若唔对，咱家己知。你也看、哦，咱就减算五块好人。就讲咱讲去，有个人讲摕假钱啦吼，摕假钱去人买物件，啊你即马摕一千块，啊人找你啥？你去人买一几十块啊，啊人找你九百几块，迄个九百几块你甲地落落地啊地，你心肝底会解叫无？会、欸、啊，现在解叫，因为你凭记啥？你即张一千块是假的嘛？啊，即、這个伫遐咧卖菜的，伊今日去赚无五百块，反正会赚无三百块，吼、哦。啊！伊即马摕一千块的假钱改买，改买物件，吼、哦！啊！伊即马找你九百几块，啊！你嘛做迄个假迄个换钱的转来，啊！你甲第一落第二底，你甲讲你赚，你甲摕这种钱，你暗时啊，你未感觉安怎吗？啊！那個、人就是因为讲句歹听的，咱做小生意啊，赚的是小本呐、啊，啊，赚的是输了钱。啊！伊今日囡仔准讲有法度赚七八百块啦，啊，七八百块都拢互你卡，拢互你。都拢总合理啊！啊，剩的伊免本钱哦，伊讲伊遐物件敢去偷摕嘛？唔是啊，所以讲人咧做，唔是干那天咧看。咱人呢来从世间清算因果，都是袂使贪啦，哈、啊，袂使贪。咱袂使讲用假钱，啊，即嘛去共买，啊，即嘛即单个买几十块，迄单个买几十块，一工哦，摕正万块，啊，出来外口菜市啊，等下人乱的时阵哦，啊，人就走乎你啦，唔知迄是真诶假的。你个想，你赚了，你感觉真好，啊！你也走食餐厅，走大饭店，走享受。你若果未感觉艰苦，吼、哦，也未感觉讲安尼，你今日讲骗唔好，我跟你讲，那你就是真正是一个吼无悔无目屎的人啦，吼、哦。咱加讲摕几块啊，吼、哦，咱就会感觉未食未困呢。为什么咱去讲骗？啊，咱个会食会困？安都唔对啊！呢吼，所以有时咱定咧讲哦，咱要重视因果的人，伊都连一丝丝来都唔敢犯的人。啊，你讲业力会分期，会使分期付款。吼、哦，你若即马唔行，啊，到尾若分期付款阁唔行，到尾就甲你讨几条的啊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骗人困得起，你就表示啥？你骗人困得起，讲倒困得起，讲怪困得起，生理阁照做，一点仔障碍拢无。那安尼，你这种人就是无花无目屎，比前生还阁较惨啊！所以咱定讲，一旦业障来现前的时阵吼，吼、哦，咱唔通讲吼，定你话讲吼，哎呦，啊，阮也无安怎，你无杀人放火，这种也免杀人放火了。先来讲，因为咱有个人讲，啊，我互你，
和你怪钱，我当伊虽然袂安怎，不过人伊本来就足艰苦的啊。啊，你无甲太人放话，你感觉这嘛无啥物罪啦？问题是你的良心会安怎？你会过不去啦！啊，你自己就会伤害自己啊，敢袂？所以咱唔茫讲哦，惹到太人才算歹人啦吼。啊，若无就是做足唔对的，叫做歹人啊，拢唔是。只要你一点点啊行为不正，就是歹人。这是上天所不容忍的啦吼。来，慈天必生公呢，咱今日这部就做到这啦吼。阿妈感谢着咱的道亲好朋友对咱这部支持甲爱护。那么，那有时间啦吼，咱个阴暗要回来吼嘛无要紧，恁强修都有人带就好啊。吼，阿那要休困嘛无要紧。吼，阿那讲明仔载欢迎等恁阿公阿大家要回来留一下嘛无要紧。吼，伫这呢祝大家吉祥平安，假期快乐，再见，拜拜。